Gabriel Serve Your World， 成就生活极致，创造无限可能。 Gabriel Serve Your World， 标新立异，尽在凯擘。亲时代好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日的开播大中华新闻，我是林桂英。今日是在新历的6月25，旧历5月初7，礼拜一。好，在新闻一开始，咱就用30秒的时间来看卖今日有啥物重要的新闻。2012年6月庆端阳活动，馆长搭配完是亲自落水领军白龙船。虽然一开始是个人开水道，好佳在最后紧急登岸，是来顾赢这台中市政府。中国永兴红桥中华关卫生局是跟中华基督教病院来合作，其实病毒阿爸的外面表示这力量跟营养，就是要让消费者吃了健康。可比在爱不到平常跟健康的路环境依时继续延续，平常是组织在工作头前抗议平行，希望工作平和因道路的主要环。好，来从今仔新闻一开始哦，来看一个热闹的场面。全台历史上过这六天庆端阳，这重头戏白龙船比赛是热烈滚滚。中华馆长特别员哦，也阁亲自落水甲中部首长来拼输赢。不过伫咧这比赛时阵哦，是来发生两船各唔同水道的状况。好佳哉啊，赶紧来一个大转弯 S 型，顺利来夺标。另外在凯沃的摩德路哦，嘛伫咧现场来招手，成为全场上佳。注目的焦点，白龙船抢夺标，彰化县长赵丕元照例参加中部四县首长队白龙船的表演比赛。赵县长摕着拍鼓的棍仔，用力拍。县府各局处的处长是拼性命白啊白，一开始是冲甲真凶，不过哪会突然间偏离水道，白甲南投县那边去？虽然咱彰化县一看办事唔对，马上搁一个超大 S 型，愈白是愈喊。那我们发现方向错误呢，赶快绕回来，绕回来以后又赢啊！没办法，我们要礼遇我们的贵宾啊，但是还是赢，真的是很抱歉。但是这个要特别说明一下，这个舵手不是我们的人，因为我们贵宾队的舵手都是主办单位安排的啊。这届六港庆端阳扩大举办，参赛队伍也打破往年纪录，总共101队参加。彰化县政府阁邀请凯沃名模加六葡萄公主到六港高级景点，和民众翕相。大大小小民俗活动，让规个六港小镇是充满着过五日节的气氛。大家新闻林桂英，六港彩虹报道。来看卖哦，为着要来推销彰化的葡萄，咱彰化县政府每年拢会来举办这个葡萄公主的选拔。今年是来分做这个国外组甲国内组，去500多人来参加。最后这入选的30名佳丽哦，是申请这真水的礼服哦，坐着这3轮车入场，出来来又过来招手表演才艺。啦啦队热情的表演为2012葡萄公主选拔大赛开场，主办单位也特别设计复古的3轮车加星光大道，和参赛者以招手的方式入场。对500多人当中脱颖而出的20位参赛者，加海外组的10位参赛者，除了发表行销葡萄的计划，也将才艺甲葡萄做结合，有的表演舞台剧，有的跳舞，各优雅的乐器演出，台顶卖力的表演，台下亲友团嘛热情的加油。我支持2号李千伦，因为我姐姐她真的很用心在就是准备这次的比赛。过去的竞争一般都是10号的古筝美女张芳慈夺冠，海外组的第一名是来自中国的毛伟林，也由馆长亲身为因戴上后冠。亲自为我们戴上我们的紫色宝石葡萄公主后冠，掌声鼓励！我们美丽的公主们可以成为我们彰化葡萄的最佳代言人，
我们也可以看到，因为公主的行销，因为我们葡萄公主选拔活动啊，已经成为一个时尚的风潮。我们彰化走出去，世界走进来，也让我们的葡萄产值从过去的8亿，现在已经成长了22亿，在未来要向30亿的大关迈进。馆长表示，透过葡萄公主选拔的活动，成功带动葡萄产业，希望未来不只在台湾吃得到彰化葡萄，也要将咱彰化上好的葡萄行销出去。大彰化新闻，张君玲、杨淑晴，彰化采访报道。真正是上佳美的葡萄公主，好，过来哦，要让家己哦保持甲即挂葡萄公主同款，有这苗条加健康的身材，这食着是不是真重要哦？热天到啊，爱水的外食族哦，应该常常为着即个卡路里伫咧烦恼。这彰化县卫生局就甲彰化基督教便宜来合作，推广这健康的便当，用专业的这营养师来设计菜单，然后交予这总铺师来煮出一道一道健康。通过养生的美食，除了强调这低盐少油，还会标上这卡路里哦，要来提供这外食族一个健康的吃法。便当会当讲是上班族逐工的必需品，但是要安怎吃才会健康？专业总铺师讲，传统的台菜，特别是便当菜，那不是用炒的，就是用煎的，全部拢是高油、高盐、高热量。健康的便当菜虽然是用烘的、用炊，但是经过改良，口味绝对会合。健康餐其实不要用油，但是要健康，你少油少盐，就是我点头都跟您讲的，就是物件你拢用烘的，还是用炊？像我们这个杏鲍菇，我们用烤的，我们根本就没有加味素，只有一些那个黑胡椒，还有那个酱油膏拌一拌就用烤的而已。我点讲，这款物件做出来对身体一定有三高的吼，你着血脂肪高嘛，对吧？哦。所以这款物件对身体在咱来讲，这么养生，这款物件是千千万万唔好吃。为着推广健康便当的菜色，卫生局嘛甲教育单位合作，要先对学生的营养午餐方面来进行。所以我们建议就是大家可以用比较渐进的方式吼，来调来慢慢的去习惯这样的健康餐盒。啊，像这无谷米吼，刚才孙副也有讲嘛，这个其实。你多嚼几次其实对我们口腔保健也有帮忙，而且它会产生甜味。我们教育处在那边本来就有一个这个，我们有个营养午餐的联系的一个，每个月都有定期我们会从他们的菜单这边开始来做着手。那其实最重要是用渐进式，让大家的这个饮食习惯去改变。卫生局强调，健康便当只是提供予民众健康饮食的选择。民众若是要食了健康，阁会当减重，除了正确饮食以外，养成运动习惯才是重点。大众新闻中心梁中华采访报道。画面中哦，这个全台湾只剩一节的这铁路废快车厢，因为收藏家王先生哦，找无所在来展示，是差一点啊来变成这废铁哦。这代替下晡哦，是车这怪兽吊车，把这车厢刷来去台北，征收了后会放伫这四行车库来展示。爸开车载阮出去耍，我帮阿嬷换上安全带。爸爸学了我，讲我真捌代志。开车换上安全带，安全停车上自在。彰化新亮点，百年传家树。正彰美路，维多利亚式建筑，定金10万。饭店管家别墅，一楼孝亲房，红景首付755-9456。求职面试请留意三大准备及七步原则：收集应征公司资讯，仔细检视征才内容，请朋友家人陪同面试，记得不缴钱、不购买、不办卡、不随意签约、不离身、不饮用。不非法工作，求职面试，多一份准备就
多一份保障。凯擘大宽频60枚光纤上网，破盘超低价，只要789，快拨0809-009-658，凯擘大宽频。新闻的现场，我是林桂英。明仔是拜二，嘛是旧历五月七八。根据这通讯的记载，明仔在位在正北方，好时是早起的9点到11点哦。这上次41岁观众朋友是爱特别小心注意哦。过来来看，阁有啥物禁忌爱特别注意的。好，来看哦，这画面中这个那些车厢，真有古早味的铁路车厢哦，是在民国43年代替西部干线上改建的飞快车。不过，这个车厢因为唔知会当放去倒位，是差一点啊，就要变成这废铁。好在哦，代替是出面来利用，嘛，让这个铁的文化会当延续落去。今日去这台当年号称代替西部干线上紧的列车飞快车，内底装潢已经全部搬走，完成作为寿喜餐厅生日派对的场合。车厢同款是保留着当年原貌，但是地主要把土地收回，老车厢无地放，收藏家王登发烦恼，会去用当作废铁卖掉，所以决定关乎代替征收以后永久保存。没办法，就是要把这个火车捐赠出去，然后让有心人来保管啊，能够把这个火车做到最高的保存价值这样。因为这台列车保存算是相当完整，代替技工拍开破旧的电池壳，看到有当年历史的电池，开始讨论要安怎保存。电池会腐烂了啦，一个箱子已经腐破了哈，在运输的时间哈，一定会震动会掉下来。铁道碑嘛是烧钱来翕相，烦恼这么有历史价值的文物会变作废铁。铁道碑对着王先生愿意把火车关好代替保存，嘛是相当期待。这台飞快车在台湾只有10辆，现在仅存就剩下这一辆。当然，如果可以让它复驶的话，就像蒸汽火车一样，有没有？可以给很多人带来很多回忆。啊，将来我们就是要把它复旧成原来的风貌哦，原来的这个飞快车的风貌是。可以的话，就是可以做到动态的一个状态，动态行驶的状态了，是。代替目前的规划是先把车厢送回去台北，未来将计划把整修好的车厢放伫彰化的新型车库，当作动态展示。大众新闻中心梁彰化采访报道。另外，咱要把镜头转来河北镇，来看这120名住伫这爱不路22巷的民众哦，是摕着家己做的这抗议纸牌，表达心中的不满。这条位日本时代就有的小巷道，因为建案的土地开发，出现路权使用顶头的争议。民众抗议之前，这河北镇长王水川就来表示哦，这建商所来发文讲的这废道，经过查证无任何的记录，会依照管规命令来要求建商恢复道路。幸好民众得到的使用权。抗议啊！抗议啊！激动的抗议阵容，何必爱不到22巷的路权争议，同款无结论。原本管府命令爱恢复原状，但是建商伫表达会提出废道申请了后，暂时停止路况恢复的工课，和民众相当的生气。已经有条文和公诉啊，公诉时拢无咧遵照管政府的意思。颠倒听建商，颠倒建商落文哦，公诉，这个文落伫公诉都唔对。人管府讲这是管府的代志，要废案嘛是管府的代志。啊，啥人公诉主持废案？为着要了解详细问题，民众嘛特别到公诉，要向镇长来问好清楚。镇长表示，公诉的回文一切拢是照程序咧行。假使这个建商若无申请废道的话，嘛会依照管府的命令要求甲路况恢复。这个包厢啊，来甲公诉申请讲，伊管政府已经废道，哦，啊，经过咱去了解了，
并无安尼做，所以咱甲通知讲啊，即、這个暂缓办理安尼。啊，即马咱跩乡亲来咧抗议，啊，咱才知影讲啊，事实是也阁认定自身相套，所以咱即马会甲通知讲，外久时间内爱恢复原状，若无咧啊，公所会当啊设计起来，如果发包时间啊，再甲求偿安尼。这条对日本时代就有的细条巷仔，因为建案的土地开发带来路权使用顶头的争议。镇长表示，公所一切拢会依法行事，绝对袂有偏袒的行为，会为民众的权益做好把关。大中新闻林伟廷何美采访报道。另外，今日在道路顶关嘛，真危险哦！来看这条在河滨镇的西川路，就伫在风台大雨了后，是来出现一条在100公尺长的碧笋。因为这条西川路的边啊，就是在残尾排水，附近的民众就来烦恼哦，在提欢，敢会因为道路被起，规个来崩起？道路顶头的碧笋比一个拳头搁较大，长度大约有100公尺。逐天行伫这条路的农民就表示，风台过后，这个碧笋愈来愈大，烦恼唔知倒一天会放弃。有雨落水，啊，这断头墙脱落去，啊，这才会交换一路啊，安尼啊。这偌久啊？这嘛才安尼，这如何一摆如何才安尼？这风台前就开始小包碧笋啊，风台了。接到民众的陈情，到现场了解状况的管理员赖清美就表示，这边进前都有这个情况，不过这边是连提花拢起起，有关单位爱重视这个问题。内面在包水也是安那吼，啊，这路程拢下线吼，啊，恁今日来看，你看迄地基已经拢崩起啊，啊，我就请管政府吼，水主处吼，一定爱紧来修复吼，免得予人一挂人吼，用路人吼造成危险。光复水族处人员到现场勘查了后，表示这挂碧笋可能也是时间不良所造成的。不过因为风太大过，所以会动用灾害预备金先来修补这条路，解除民众行经这条路的不安。大中新闻林伟廷何美采访报道。好，这个泰利风台造成道路出现碧笋，也造成严重的浓损，予咱从化县当要进入这收挂机的水槽啊，全部倒去甲浸伫个水内底，加上这出日头哦，即挂水槽啊是来出现这不个二次灾害，从化县一级调作大约25,000公顷，嘛伫个即个这泰利风台来袭的时阵，造成全县这调作受损将近1,000公顷，这从化县哦嘛特别针对即个风灾倒去不。给丢过一公斤，要来补助一块，希望会当减轻农民的损失。穿着雨鞋，提着黏梯啊，馆长倒撇员实际体验去予风雨拍倒去的水稻啊，有偌歹收割。出个拢补助啦。彰化县一级稻作的种植面积有25,000多公顷，这回灾害除了造成全县有1,000公顷的受损面积，因为损失严重，除了农委会已经启动全面搜救发掘稻壳以外，彰化县政府嘛特别针对这届风灾倒伏发掘稻壳，一公斤补助一块，希望会当减轻农民的损失。啊，伫这边呢，因为风灾吼倒作倒伏来发掘部分啦，啊，咱一公斤吼。啊，针对这个发芽的部分，一公斤来给补助一块。哦，啊，若讲简单讲，一公顷，那伊即卖平均册吼，啊，8,000公斤的收成呢，一公顷会当补助8,000块。啊，这是咱彰化县啊，啊，特别针对这边啊农业灾害吼，来为农民呢啊提供一个补偿的计划。除了针对受损的水稻啊进行实际的补助以外，趁着好天气，县府农业处嘛协调各乡镇农会，帮助农民挂稻啊，互彰化县生产的优质米伫市面上流通。大中华新闻张世良得等采访报道。继续来关心大中华地区，过来发生什么大细项的代志？来看大中华报你知。彰化县洪湾乡新埔教会黄家美6年前放弃会计工作，回去教会帮忙牧师爸爸黄春益来照顾弱势家庭的囡仔，因仔做囡儿建立专业的辅导技能，嘛渐渐体会爸爸对弱势儿童的爱心，决定要做囡仔一世人的守护天使。2012石猴雕刻比赛24号举办颁奖典礼，住伫丽水的蔡良雄摕到第3名好成绩。伊是彰化县丽水乡的艺术工作者，
作品曾经得到东京都知识上的首奖，也因为长期搬石头腰椎骨受伤，最近才接受手术。张破病出世，也由家后上台代为领奖。又到了丰收的季节，农民想尽办法防止厝鸟仔偷食。伫咧田尾乡，就有一位农田用麻叶的风吹来惊厝鸟仔，嘛变成田园内面上吸引人注意的焦点。厝鸟仔看到大敌当前，拢唔敢活来。农民嘛表示，麻叶比稻草人搁较厉害。天气愈来愈热，有内山业者就伫咧园林开这全台占地上大51坪的销售空间，嘛顺势来推出这凉感纱，顶面的风格穿起来有暴露效果的内山，要做伙甲所有消费者清凉一下，马上回来。啊！蟑螂跳蚤，蚂蚁蚊子苍蝇。我的避鼹柱，避鼹柱，避鼹柱，避鼹柱！避鼹柱水蒸式杀虫剂，驱杀室内隐藏害虫，居家避鼹柱。避鼹柱水蒸式杀螨灭蟑剂，杀尘螨有效。总顺金宫，超越期待，喜悦美梦落成。04-762-6567。鳄鱼新专利，入水管更安全哦。沙螨灭蟑，使用很简单，我会，你一定也会哦。鳄鱼一次搞定，沙螨灭蟑，远离过敏源。新鳄鱼水蒸式沙螨灭蟑剂，鳄鱼。一次搞定。后背啊，这稻草袂使烧啊。啊，是啊，那袂使烧哩。即卖政府规定袂使烧稻草，安尼空气会变歹啊，身体健康嘛无好啊，佫会影响到停车的时段。啊，上重要佫会防出瘟呢。啊，那恁阮栽稻草是要安怎？咱农民会使将稻草呢啊斩除，啊晒干了，放喺土地种种呢，也一包清安，安尼作肥效果比烧佫较好。顶几个农业资源卖烧掉，正确处理才健康。凯擘大宽频60枚光纤上网，破盘超低价，只要789，快拨0809-009-658。凯擘大宽频。到中华新闻的现场哦，过来要带予乡亲即马上最新的流行信息。这天气愈来愈热，衫裤嘛愈穿愈薄，赶紧来了解今年上最新的内衫趋势。内衫旗舰店开幕现场，模特儿穿着粉红色的内衫，就算外口阁有穿白色的小背心，嘛是遮袂掉伊暴乳的好身材。涉水清盐外泼，独家的专利扁扁的气垫，表面阁有透气孔，而且胸坎中啊阁有线一揪，马上就升级一个罩杯。有别于我们平常里面是塞棉质的，或者是里面有一些油水的一些衬垫哦，其实它里面呢是装着空气，那这个空气呢也都不容易损坏，你洗的时候也都不用担心。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呢，它表面呢是用透气的网布去做包覆的，所以你在夏天很炎热的时候呢，穿着它。也不会觉得有很闷热的感觉。身边侧边的包覆更紧一点，这款的内衫号称有暴乳的效果，穿起来排汗紧，袂湿袂黏。都喜欢露出事业线，所以呢，这次我们的内衣呢，除了强调露出深 V 的曲线之外呢，这次有非常厉害的一个改革呢，是我们的斜边加高了。所以呢，以往女生常常担心说穿深 V 的内衣是不是斜边不够高、不够包覆，可是这一次呢，曼黛玛莲推出了斜边加高，帮你的副乳啊、小肉肉啊都包进来，让你在夏天的时候可以穿得集中，然后又露出深 V 的胸线。
原林这间内衫厂商两大知名品牌内衫也已经20周年，为着要来提升品牌形象和服务，是选在原林中正路开店占地51坪的内衫的旗舰店，看个舒适的空间以及齐全的商品，加上天气是愈来愈热，内衫的材质加热量感的所在，准备要让女性朋友会当在这个热天清凉一下，身材也得到升级。大众新闻林桂英原林采访报道。来关心今日6月25日客户果菜市场的交易行情。今日的总交易量是51公吨，总平均的计销是每公斤28.1元。继续来看详细交易情形。花菜上价37，中价26，下价17；高丽菜上价27，中价22，下价16元；茄仔上价70，中价45，下价25；菜头上价18.3，中价14，下价10元。葱头上价25，中价23，下价20；菜瓜上价45，中价40，下价32。韭菜花上价66.7，中价65.5，下价60；葱啊上价46，中价40，下价34。花瓜上价45，中价38，下价27；苦瓜上价50，中价31，下价15；刺瓜上价30，中价20，下价13。冬瓜上价18，中价13.5，下价7元。来关心气象哦，今日各地温度也是真高，加真烧热，温度上高来到32度到34度。在这落雨的部分哦，南部有机会来落这短暂阵雨，北部加东北部地区，一个各地山区在中昼过后，可能有这雷阵雨，瞬间的雨势是袂小哦。乡亲出门的时阵，写会记哩扎这雨伞加雨满，继续来关心各地天气状况。以上就是今日6月25日的开播大中华新闻，感谢乡亲的收看，祝大家一切平安顺遂，我是林桂英，咱再会。想象我们的视野从森林猛兽穿透到海底世界，想象我们的足迹从紫禁城延伸到麦加圣殿，想象你从未见过的鲜艳色彩，想象最震撼清晰的画面。从今天起，让您的视野更开阔，一起迎接影音新时代的震撼。国家地理高画质频道重新定义你所看到的世界。一则广告，让您的品牌行销更全面。
一则广告让您的知名度直线上升，接下追公道，效益无限大。广告透过专线711-9440，711-9440。凯擘大宽屏60枚光纤上网，破盘超低价，只要789，快拨0809-009-658，凯擘大宽屏。